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知名传会记者罗马洛透露，车路士的法国中场简迪将会自由转会加盟沙特阿拉伯球会伊蒂哈德，球会希望在48小时内正式敲定转会。罗马洛表示，简迪和伊蒂哈德正在讨论合同的细节，伊蒂哈德的高层以及沙地公共投资基金的代表团已经前往了伦敦，相信双方很快就会能够达成协议。简迪和伊蒂哈德将会签署一份去到2025年到期的合同，他的年薪包括个人肖像权和其他商业权益将会达到1亿欧元。已经32岁的简迪今季在车路士继续受到伤病困扰，他全季只是为蓝军在英超联上阵过7场比赛，另有2场欧冠联的上阵纪录，总出场时间为685分钟。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显示，简迪目前的身价为2000万欧元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